支持我哋一班咧香港运动员。咁啊，呢个时候就要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主礼嘉宾。首先咧，我哋有请中国香港武术联会霍振华会长 SBSJB。体育学院蔡玉坤院长 Alex， 中联办宣传文体部体育处朱建平处长，民政事务总署沙田民政事务助理专员谢益文先生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沙田区康乐事务经理周迪生先生，以及中国香港武术联会杜森荣誉总监。在这里很多谢他们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今天的活动。除了我们以上的几位主礼嘉宾之外，我们今天更加请到36年前1987年香港武联创会首届亚洲武术锦标赛的运动员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都请他们同大家打下招呼，我们有请夏德贤。张曼珠。黄杨海。杜少忠。契才林。還有我們一班的前世界冠軍運動員，包括有李輝、杜宇航、鄭家豪、耿曉玲、鄭天慧、陳少傑、梁文俊和莊家宏的。咁啊，今日咧更加難得嘅咧，我哋邀請到我哋香港武術隊前總教練於立光老師。咁我哋啱啱介紹好多咧，都係阿於立光老師咧培養出嚟嘅呢個精英啦，同埋一個教練。咁啊，都係教練之中嘅教練嚟㗎，大家俾熱烈嘅掌聲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哋都多謝啱啱我哋所提及嘅呢個武術前輩，好多謝佢哋為香港武術嘅發展咧打下呢個良好嘅基礎。好啦，接住落嚟咧就係我哋致辭嘅環節。首先，我哋有請中國香港武術。